解，维新圣教，安心真经。灵山一会万年灯，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大大愿照光明，四大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妙智圣，王禅老祖妙智圣，加持灌顶见太平，加持灌顶见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啊，各位维新圣教啊，甲午千秋双十法会，谢天轮法会及恭祝阿弥陀佛圣诞法会，坛上列祖列宗诸祖灵及十方法界三界万灵，当下所有莲座上诸圣灵，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为各位讲解王禅老祖传的这部安心真经。啊，安心真经是一部台湾新兴宗教一部圣经，也是未来中华文化道统文化华宝。好，那么里面900句的真言，好，未来时间我还是会在维新电视台啊，每一句每一句的话衍生出来世间的一切啊万华咧。啊，我会一一的为各位来讲解啊，以本法门的相互因缘。所以本维新圣教是很年轻。啊，但是呢，在台湾，新兴宗教有万教齐发，是人来到世间上，个人将个人过去生，或是在天界、空界、无量劫来，个人所领悟、所体悟的，对人与人有利益的妙法，全部。啊，重重叠叠，成就为一部安心真经，还有万教的经宝。啊，世间的很多文学当然很好，若是没有用宗教的素养理念来看世间的很多很多，啊，这一些啊创作啊文艺。啊，各种小说的时候，我们往往会跟着小说里面的烦恼掉进去，爬不出来，这是非常危险的。那么我们诵念圣人所开示，尤其有修行的经文，那经文真言都是我们每个人念在本心的历劫以来的真言。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所开示的啊，也是开示我们无量劫来啊，我们在世间上任何一个时刻任何一个因缘都有的华宝的总根源，所以叫做追根溯源，万灵归心啊。比如啊，佛家
所开示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这个四个字就已经开始我们从无量劫以前到现在来，啊，从我们啊本轮心圣教啊的时间啊，我所悟的老祖所开示给我们的，离我们最近的就是灵山一会万年灯，就是一万年。灵山一会万年灯，啊，这个万年灯所开示是哪一位呢？阿弥陀佛四八大愿照光明，我们依止阿弥陀佛，啊，他的四十八大愿，绝对可以开发出我们的灵性。我们当下生，现在是当下生，就能成圣、成显、成佛，啊，这是天人合一。相辉映，但是谈到修行的宗教啊课题啊，我们不要把它想得那么神秘。而王禅老祖开示我们，所有一切经文啊，都是每一位圣人他成就的过程，他的法义啊，所以观世音菩萨他的成就。三十二应化身嘛，那我们每一位当都是三十二应化身呐、啊。肚子饿了，你就会找东西吃，也是观世音菩萨。为什么观？眼睛去看到的东西，哪一个好吃，你听过了就拿来吃，你也是观音菩萨的化身呢。菩萨就是行者嘛，只是名相不同。不管你的宗教什么宗教，都是在谈心。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为大家牺牲了，告诉大家受生是无常的，到最后来他还是看心，最重要心就是灵，心灵心灵嘛。所以老祖开始我们要修禅，观世音菩萨开始我们要修禅，要学佛，学佛就是学有智慧的人，叫做学佛。那么你往往我们学佛，很多人啊，我学佛，结果，哎呀，度量小的不得了哎，很可怜。啊，曾经我们一位老信徒啊，啊，他来找师父，我隔壁的吼，因为学佛的啦，我啊早上鸭子出来，跑到隔壁给放晒。一出来呢，伢烧出个哈的，啊，看看阿德登啊，登都过来了。你看，那叫做学佛，哦，所以他对学佛啊，这很不尊敬的，你知道干嘛？我说你错了啦，阿尚啊，哦，学佛还是一个人的思想没有开悟，啊、哦，那地比山呢，一看有修行、有智慧的人，一干。就烧酒，一家烧酒，感觉啊啊烧死啊烧到了，这两个案呢，不是这样，你一竿不要像这样打。再告诉你，啊，看事情，啊，爱宽宽广，个人的行为，你不要牵连到几千年前的佛祖，啊，他传给我们的慈悲心嘛。所以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啊，来到世间上。传的妙法多得不得了，多得不得了。啊，曾经我们一位老信徒嘛，啊，他家里的糕啊不吃饭啦，哈，不吃饭呢，跑来哦，我给加持啦。啊，个加持的我奇怪的阿尚，啊，你得普教来华加持，华受惊，教拢在讲吓惊啦，教我是着惊，因为我那教我学隔壁人吓着惊啦，哦，伊就喊喊嘛，啊，隔壁的人大声，比较大声啊，喊到哪里呢？叫他教我来说讲伊，又别起来了。
所以三天都不吃饭了，就报来了嘛，报来了，好了，我试看看呢，告也有灵嘛，只是他比较好运，投胎为狗而已啊，不是投胎为人，投胎为人爱撞鬼啊，他不必要有人家欺啊，我就说好了，加持了，就怕了，与人同样的加持，我把狗是个道具，但是他的灵性就是菩萨灵魂界的，来世界上忘了，所以加持以后，直接搞破空空照，吹米加被加，我三天都不吃啊！你看，连狗也一样也丢家的，狗也有灵性嘛。好了，过了一段时间呢，突然间，怎么让我的加持的红梦师的是咚咚的传告来，我就惊了。传告带上狗狗来让我加持啊，连皈依也带狗来皈依了。哦，所以你说他不对吗？他也许他悟到那只狗是他家的以前有缘的人嘛，就回顾到以前我在五泉五街啊，我们小女儿家芳啊，她的干妈开西药王啊，开西药王呢，有一天下雨啊，她的狗啊，一只狗狗，她的老婆说，这只狗狗那么乖，那么贴心，他就跟他的老公阿林，阿林，叫阿林吧。那话，这只狗狗是不是你阿公来撰写啊？那个猛话蛮好哦。以后啊，看看呢、啊，狗很乖嘛。狗狗，你是不是阿公来转世的？哪是的话，尾巴摇三下，真正敢摇三下呢？那下大丢我们丢，人家阿公来撰写啊，那么好了，就换他的阿林，他老公，狗狗，你是我阿公来撰写哦，那是你有六个，叫什么有六个啦？哦，那么怎么办？平常让他狗狗在吃饭，一个垃圾破碗的，是啊，把骨那夹都给弹了，好高啊，吃吃个欢喜啊，对吧？那一天晚上，伊啊，去买一只小孩子的伊啊，放伫边啊，狗狗掠起啊，好做伙食饭啊啦。哇，都菜吼，拢夹好的给那狗狗吃啊。晚上就没有睡地下，就晚上睡在床上啊，伊阿公啊。第二天早上，他的大女儿回来讲给他听。然后啊，换我啊，那是啊，狗狗，你是我阿祖出血哦，那是的话，汉高 A 九下，结果嘛，看也高 A 啦，哦，所以开始呢，这问题就来问我了，老师啊，我狗狗直接就我阿公出血呢，我阿公来啊，我对啊，你阿公没有错啊，不然那么乖。哦，那怎么善待啊？哦，你像阿公的好晒，赶快给好晒啊！要把他穿衣服啊，要给他穿鞋子啊，狗也在穿鞋子啊，尿尿你要注意啊！这都是鼓励他要念经念佛啊，你在拜佛念经的时候叫他来听啊。接着那只狗狗呢，他要念经，他还坐在那边听他念呢。练完了，他就走一走，就是走掉了去玩了啦。你看，人有灵性，人有狗也有灵性，动物也有灵性嘛。刚才我说那一只带来那一只狗狗，后来长大了，有一天，他就带来这里玩，我就来县公司上班，啪，有后面一只狗。好大的狗踏在我肩上，吹鸡给他打后边了。我看狗，我一定我赶紧改呀。那怎么办？我拜托，我把你加持嘞，你莫给他改。那只狗呢？伊讲好啦。
换骨厚厚了，厚厚了，他就跳下来，在前面他跪着了，跪在那边看得好高兴哦，好可爱哦。所以骨也有灵性啊，啊，所以我们的他当下法会坛上的列祖列宗说法界三千万年，你们每次有法会，我们每年三月二十六都有法会，你们的子子孙孙没有机会来超度，你们来我们都有寒灵手，还有三千万年都供养的一起来听经嘛。虽然有时候你们没有看到我啊，我也没有看到你们，但是我们一个心相互包容嘛。各位唯心贤士，各位十方善诸事啊，莲座上的所有三界万灵众等啊，此生不修，来生必有各种的烦恼。也曾经在我在台中75年一位女菩萨太太在沙鹿，在无锡，啊，她来问事，她家里怎么那么平安不平安？那我一个直觉说，你昨天杀人了、啊？没有，我哪里杀人？你昨天不是你的祖先做鸡吗？对呀、啊，你拜台家给侬啊，去拜你的祖先，对不对呀、啊？你哪骂啦？你哪骂？做鸡，你抬阿妈来做 来拜阿妈。那时阵这个太太姓洪，阿两个鬼咧，妈妈好，难得这一只鸡那么乖，哦，早上一大早来门口等，哦，他就把他杀去拜阿妈。哦，所以我们的双法界三界万能众等，啊活。他佛法满世间，道法满世间，啊，我们随时一念，不要一直依附着这些亲人的身上，或是依附着啊其他动物的身上，这样都是不好的，啊，就没有办法解脱恩恩怨怨，啊，恩怨情仇，说不完的烦恼啊。啊，在3年前，我们办了一个法会，水陆法会嘛。那么一对夫妇，啊，带着他的儿子，刚好我在一间大学办公室那边，带着他儿子呢。我看哦，小小孩子，哇，哎，你也看这搞啊？我怎么牵一只猴子啊？无啊，这阮囝，我看明明都搞了恁囝。维生，我看喏、哦，小小孩子，哇，哎，你也看这搞啊？我怎么牵一只猴子啊？无啊，这阮囝，我看。明明都搞了你囝，那时候我就起怀疑了啦。我哎、欸，你看这是不是抬高个起高哎？无啦，我阿公都抬高啦。你看，哎，阿公抬高，啊，很可怜的抬高。那高不办，就依附就一直的囝就先啦。就像猴子，我眼睛里看的就直接就猴子，他是野鸡。后来查了，结果就是阿公的太高。哦，所以我赶快超度超度超度，啊，超度你阿公，跪去杀猴。啊，这个魔僧，这冤亲债主猴灵。赶快敲到，顺着机会我们在水陆法会，啊，加拿大的两位信的夫妻，伊讲老师啊，这爱偌济钱啊？我哪到偌济钱？
你去办公厅画，哪有几个十万呢？你看到贵哦，几个十万？啊，你看画呢？啊，超度简单，你有几千？咱讲啊，有缘的几千块嘛，啊，咱都规定呢。啊，这是无信心嘛啦？哪怕几个十万都无好，你几千块好？你看众生难度嘛，啊，无要紧啦，去看嘛啦啦，反正就一千块钱嘛。啊，几十万你拢开了啊，我知啦。你说对啊，他都花光了，没有效。囡仔都是迄个型。啊，后来水陆法会完了，过了差不多半个多月吧，又来了。来了，孩子用照诶，免用看的呀，都不是看狗啊啦，看狗。我咧做啥生意？我咧做中介啦。哎呦，中介都砍狗啊嘛！你要砍狗啊，砍狗啊！哦，最近砍的行无？有啦，最近了，有啦，有砍有行啊啦！哦，砍砍也行。所以世间的因因果果，看不到的事情多得不得了哎！所以我们各位同修啊，我们有那么多的法，老祖传了很多的法。啊，点点滴滴，我们可以用，你可以帮助很多人，帮助自己，帮助亲人，而且你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灵魂界的事。我们这部《安心真经》就在几所呢，护国奇灾、水陆大灾，啊，公众之间回向，那一尊老祖开示说水陆大灾。那每年3月26日，王禅老祖的圣诞日，啊，咱拢有水陆法会，啊，都敦请了佛教界大佬，啊，上明、下定大和尚，啊，还有敦聘的80余位的高僧界的一起来诵经，加上我们所有贤士同修们，你们。认真诵经来回向多生父母，回向我们李杰燕亲在族，我们的多生父母有的会来投胎转世为你家的动物，啊，有的即将要投胎转世了，所以冤冤相报何时了啊？所以啊，我们维新圣教老祖书尊开示啊，那我们如何知道我们有燕亲在族？你就用易，用易经，你占卦、卜卦啊，看有没有冤亲债主。卦中忌神动，就是有冤亲债主；官鬼爻动，那个来势汹汹。啊，那么玄武爻动，你做事业绝对赚不了钱。啊，兄弟爻动，贪溜溜、假溜溜。哦，还有朱雀动，你一生。都是碰到是是非非，啊，纠缠不清。啊，白虎洞，你常常水光粼粼。啊，所以你卜卦用意嘛，老祖给我们当下，大家学易经，做人处处可以安心；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嘛。啊，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这很简单的道理。但是要做不简单，要修也必须要有福的人和有德，才能接到王禅老祖师尊的妙法。好，唯愿呢，我们今天安心真经啊这一段啊啊和文法门所碰到的一切事情啊，再重复一遍啊，提供给各位啊，那么用得上用得上，用不上的话，你们懂了，也是一个。智慧如海的修行啊，祝福各位。发大愿照光明，四发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妙智胜，王禅老祖妙智胜，加持灌顶见太平，加持灌顶见太平。
南无无量寿妙诸圣王禅老祖。各位维新圣教，甲午千秋双十谢天轮法会，坛上列祖列宗及十方法界三界万年众等，安心真经，人的心如何安？一般我们的安心都是安念头，解除烦恼的念头，而不是安心。所以我们把心和念全部搞在一起，念百千万分之一而已，心是整个的宇宙虚空的空界全部。所以《易经》孔子所开示的“大无其外，细无其内”，就是《易经》的真言。鬼谷先师也开示我们，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今重现。而我今勤习诸妙法，愿此功德皆回向。而诸妙法八万四千法门，相对的易经有24亿6400局，你悟了，你就会发现，哎呀，我们人来世间上，我们所住的是有限，那么如何去开发我们智慧的前沿呢？在7350年前的伏羲树一画开天，就这样来，上面是一画，这是一嘛，再画层层叠叠，再画辟地，然立在其中，所有一切智慧都在里面，圣人的所有一切真言都是讲我们心灵的话，所以才从伏羲氏族投胎转世世间上来，他大彻大悟了，一画开天，再画辟地，八卦的所有一切的智慧，等到在6000多年前，差了1600多年，九天玄女，女娲九天玄女，她又到世间上来了，再来一个后天八卦，后天八卦就是所有一切的文字，所有一切里面的经义，就后天八卦。所以先天八卦是空性，是空无的世界。那么后天八卦用的世界，所以先天八卦就是空性，完全一片的空。后天八卦就是我们的色界，有阴有阳，有光和暗，这是体用，这体。所以我们人来到世界上，后天八卦是九宫加中的一个物极，先天八卦是有空性，完全空一无，就是我们的思想。好，那难怪达摩大师要度神光大师，禅宗的第二代祖师神光，神光要求达摩大师安心，那你把心拿出来，心没有办法用嘴来讲，那怎么样？他就借刀拿起来，砍掉了一只手，砍掉了就是这个境界，这个色界放下来，灵性往上升。这是空性，这色界是无常的。那么
大地啊，有这个白雪要若染红，当下只有放下来啊，把戒刀把手砍掉了啊，达摩大师哎，这个是见性了，但是他牺牲了一只手啊，牺牲一只手他有开悟了，手就是有为法啊，这个是禅式的开示的，我们人修行者你才能悟到这个真谛，不然一般哎叫功不是功。所以我们中华民族5000年来有3762次大小战争，原因在哪里？哦，那么就是要追根溯源，战争的目的是什么？啊、哦，也找不出一个原因。战争并没有、解决人类的问题呀、啊。所以王禅老祖也开示了，人类的问题不是用战争可以解决的。那么要理性，什么是理性？就是要一切法，法不是战争的法，是阳面光明面的法，而不是黑暗面的相互的争执。所以像我们这个讲堂这么大啊，这么大的讲堂禅堂，光全部照下来的光明，电灯泡拿来相撞一定会损掉，所以人与人之间都是物了，用光就是爱啊，我们爱的准则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所以圣人诸佛菩萨啊，对于爱的法则不是那么狭隘，所以老祖叫我们各位唯心贤士同修，一步一脚印啊，用最落实的，大家诵经，你诵一经一步，一个字一点灵光，两个字两个灵光，一部经天德经3333个字，刚刚好，很奇怪啊，3333个字，这3300个灵光啊，在我们身上的细胞有多少？有多少？有60兆的细胞啊，60兆的细胞，每个细胞都有灵光，就是能量嘛。所以人有物质与能量，物质能量不灭定律，就是人的身嘛。所以老祖要我们修行，一定要有智慧，没有智慧不用智慧，也是需要的世间的学术智慧，大家才能够悟了透彻。公赞。那达摩大师，他虽然他一字无，他不是说不立文字，就是你所体验的心，文字立不起来，文字没办法形容，才有不可说不可思议。还有现在我们在这里，不知道哪一位同修他也在尿急了啦，说也说不出来，对不对？肚子饿了，感觉也不出来，因为也没办法形容，都不可说。所以人我们从空性空界来到世间，有身体以后，很多你都所想的没办法来说，不可思议，不可说，不可说啦。所以鬼谷先师王禅老祖，老祖开示我们一知大道，非普非相，本非神啊，非有非无，非内外，非神非怪，亦非贤啊，非大非小啊，非内外，这就是一知大道。已经从伏羲氏一化开天，再化辟地下来，所以我们当下啊，正大李鸿茂教授他是道家大师，造就天梯，我们南天门
就是一个上去没有文字，那就是天梯，能够爬上天梯了，少有，双文李教授他能爬天梯，啊，倒梯不简单嘞，那么尖，你没有完全清净的心，根本就摸也不敢摸，啊，就是道嘛，就空性悟了大道，所以我今天在这里。借着这个法会鼓励所有的我们贤士同修，你们有孩子读大学毕业了，鼓励孩子去政大读宗教研究所，这不是招生，而是推荐大家有一个未来普利人天普渡全灵的佛道法门，所以宗教就是普渡全灵，所以才说愿我全灵同沾法益呀。全灵不是单一的灵，有情无情，有缘无缘，都是全灵，都是我们多生有缘的人。也有这类列祖列宗，所以全灵多得不得了，你走路都在碰到。在民国1974年，有一段因缘，突然间，我念佛，跨越了到超过28层天，再回来的时候，走到路上一直歪，难怪你就想消亡啊。没办法啊，那时候看到都是群灵都修崩啊。哎呀，本来我太执着了，所以老祖就才开示了：来者不拒，去者不留，顺其自然，不可勉强。有缘则度，有得则助，皆顺天理，事事如意。但是没有那么简单。这个八句真言是我们修行的法门，所以各位我们唯心贤士同修，各位们当下。莲座上龙天护法，还有三界万灵中等诸祖灵文那么这些25天的恭送诸经的回向和供养我们会在国立12月25号早上6点在本禅堂斋天。依宗教法仪，由我们维新圣教幻变学院严宗院长带领了我们所有有缘的同修，还有法师带着朱建灵来斋天谢天恩，叩谢天恩叩谢龙天护法、诸佛菩萨25天来的加持和灌顶。尤其我们在元烈一日中华民国104年元烈一日，在林口大体育馆举办第10堂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我们邀请了三祖儿女代表，还有列祖列宗一起光降林口大体育馆祭祖大典的坛城，受纳祭拜供养，听闻三祖儿女的心声。所以各位我们维新贤士，各位十方善诸士们，我们祭祖一年只有一次，但是祖先就是我们大家都有共同的祖先，我们不要祖坟说我张你蔡他王，事实上我们的多生的父母。所以让我回想到在2004年开始祭祖的时候祭祖文就老祖可清清楚楚开始要为中华三族追根溯源这个5000年来3760艘大小战争的因缘，在于就是列祖列宗的不安宁，尤其三族蚩尤皇帝
炎帝的战争，后来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啊，所以要为蚩尤平反，这是一个愚蠢的方法。但是老祖开示，我们不做，谁要做？三祖五千年来，3762次大小战争，就是为了一化开天，再化辟地，人力其中，万法生成，相互所争的，就是这个妙法。哦，所以我们都不晓得哪一个世间上，他的财产也带回去，917位天子帝王都死光光了，啊，他们有没有把名利、权贵、财产、国土带回去？没有嘛，两手放下来，所以人生百罪一场空嘛，名利富贵不相逢啊。哦，所以老祖书生开始在2005年，季祖文就清清楚楚开始要为蚩尤主平反，才能化解未来世界的干戈。结果我们努力做了，啊，在2005年、2006年的时候，啊，中国大陆、河南省啊，他们一些高级领导、统战部长啊，也请吃饭，就说你办祭祖的原因在哪里？啊，他悟了，啊，他看了光盘6次。我说你，请你告诉我在哪里？他说你要为蚩尤平反。我对了，为啥要蚩尤平反？因为中华民族战争3762次大小战争太恐怖了，太没有爱了，啊，所以要平反。他说不可能。我问他说，你到现在来投胎转世多少了？不晓得。你祖先有没有祖先？有祖先的有没有在祖先一直延续去5000年来了？你哪一世是蚩尤后裔？你知道？不晓得嘞。所以你骂蚩尤老祖宗那不孝，说他是魔鬼怎么样的，那政治人的说完嘛。所以要平反，不然一年后你看蚩尤是韩国的后的祖先，不然一年后你看。结果一年后了，韩国提出向世界啊，联合国登记蚩尤是他的祖先，啊，孔子是他的祖先，啊，那么啊，豆浆、豆腐是他的祖先发明的，啊，而且蚩尤打败皇帝，画了卡通，皇帝跪地求饶，哦，弄成中国没有面子，啊，而且把孔子登记为啊韩国的他们的祖先。他们的文化，所以大陆中国才有现在1000多间的啊什么孔子学院、孔子书院，原因是从这里来。这是我们的祖先不安，恩恩怨怨、情仇、斗争，绝对不完的啦。所以没有列祖列宗的认知，尤其要有宗教的认知、转生投胎轮回的认知的时候，没有这个认知，天下一代大乱，包括家里也乱，事业也乱，社会也乱。所以王禅老祖倒驾慈航有原因的，就是化解干戈习战争，所以才有四句句啊，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啊。再一句，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祈世界永和平。这是维新圣教，啊，台湾新兴宗教，也是世界新兴宗教的，啊，一个新的法门，啊，所以宗教不是超级商店，宗教也不是某某人的专利。所以维新圣教在申请啊这个立教的时候，有一些台湾的几个大宗教，啊，开始喊杀喊打喊为，太没有智慧。没有智慧，啊，不懂得这个道理，啊，所以才有世间的战争乱也乱不完。所以故意为心贤士同修，天地立宗，圣人立教，就是宗教，就是我们的心嘛。耶稣
他的十字架，天地立中，圣人耶稣钉在十字架。还是现在我们要看心，哦，心是我们的个人主宰和宇宙的主宰。希望各位唯心贤士同学们，我们一定好好自修，啊，不管社会上怎么样的想法，那都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绝对一定要依法依教而修，啊，依教而行，然后，啊，把一切妙法来分享、来回向、来供养。所以我们恭送诸经，希望各位同修明年3月26日王禅老祖圣诞，1000万部的经，现在基金会也要圆道法师积极的在鼓励会友也一起帮忙来送，啊，一起来念，我们的唯心弟子们更应该自我加油，哦，这是为国为己，也本来我们的信念，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中华民族的圆融，我们来修，啊，这是凡事对得起良心，问心无愧的时候，你当下你就是老祖的化身，你是佛的化身，也是列祖列宗心灵的依归。哦，所以各位同修，我们要恭送诸经的道理，啊，就叫天人合一。我们来到这一生，你不知道恭送圣人的经，无论圣经、道经、可兰经，任何一部经都是天人合一。一念神是代表天，圣人代表天，啊，我们天主帝王代表天。可知天主帝王很多糊涂蛋，哦，都是想要战争，啊，结果造成世间的混乱，这都很不幸了。但是那也是我们的老师，我们一定要记住，本着老祖师尊的慈悲开示，我们好好修行，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民主的大圆融，我们修一切法，忍人所不能忍，修人所不能修，啊，行人所不能行的，好好，我们诵经吧，天人合一。好，把诵经的功德来回向法界，啊，愿我诸灵，啊，那同赞法义，同证菩提，共同创造唯心世界，唯心净土，以极乐世界佛净土相辉映啊！祝福各位。心成佛，天下。